日用天梁，月年，上年期第28周星期二，圣德兰、亚维拉、大德勒萨、精女、圣师、纪念。保禄中途至加拉达人书5:1-6，弟兄们，基督解救了我们，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，所以你们要站稳，不可再让奴隶的轭束绑住你们。请注意，我保禄告诉你们，若你们还愿意受割损，基督对你们就没有什么益处。我在向任何自愿受割损的人声明，他有遵守全部法律的义务。你们这些教法律寻求诚意的人，是与基督断绝了关系，由恩宠上跌了下来。至于我们，我们却是依赖圣神，由于信德，怀着能诚意的希望，因为在基督耶稣内，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，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才有价值。答唱咏，圣咏119:41-43-45-47-48。上主，愿你的仁慈和救恩照你的诺言降临于我身，不要由我口撤去真理的训言，因我一心一意渴望你的判断。我要常常遵守你的法典，时时不断，一直要到永远。我要行走平坦宽阔的途径，因为我常常追求你的诫命。我非常喜悦你的规戒，因为我对此有所钟爱。我向你的诫命举起我的手，对你的一切章程沉思不休。路加福音11:37-41。耶稣正说话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，耶稣进去便入了席。那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觉得奇怪。但主对他说，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。糊涂人啊，那做外面的不是也做了里面吗？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，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。